见过这么长的刀吗？记载中大部分斩马刀应该是1.3到1.5米左右，他可双手持握，刀尖太烦人。像这么长的斩马刀都应该是超级大将使用，如果我长得又高又壮才应该使用这把刀。但是不过我也可以给大家来一段，哎，只是这拔刀可能有些困难啊。哎，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别的办法。我问你帅不帅，你问我怎么样收刀，小心我揍你。